我叫周奇墨，怎么说呢？几乎所有人不认识我，很正常，没关系，我也几乎不怎么认识你们，对吧？但是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因为你们今天来录节目嘛，都特别的捧场，特别的兴奋，就感觉你们也能出镜一样，是吧？哎，不像我们平时线下的演出，有的时候那个观众真的很难对付。我有一次在台上表演，讲完一个段子，冷了，底下观众不笑就完了嘛。但是一个大哥看着我，过。我说什么叫过？我已经讲过了，你过，下一个演员上。而且我可能是中国现存啊身高最高的脱口秀演员了啊，现存啊1.88米。但是个子高的人我真觉得没有什么太好的地方，而且有一个特别大的烦恼，就是很多人跟我聊天基本上每两句话就会问，哎，你平时打篮球吧？他不是那种疑问的语气说你平时打篮球吗，而是看我一句话说到你心坎里，你平时打篮球吧？关键总被这么问很烦，我想怎么办，要不下次我出门的时候先在胳膊底下夹个篮球吧，对吧？看他们还能怎么问，说哎，你平时出来都夹个球吗？关键是我不打篮球，我不打篮球，而很多人知道以后呢还会替我惋惜。哎呀，你不打白瞎你这歌了。我想什么叫白瞎了，什么叫白瞎？难道在篮球发明以前个子高的人活着都没有意义吗？啊，可能就是这些人发明了篮球，对吧？一帮人聚在一起，哎呀，我们这么高，我们不能白瞎我们这个啊，啊，我们得弄个篮子啊，吊那儿吊得高一点，然后再往里面扔球啊，然后再拉一帮矮子们来看啊，他们看。其实我是一个小地方来的人啊，我出生的城市特别特别小，有多小？我给你们讲一个真事儿，我家楼下有一趟公交车，其中有一站的站名叫高中。高中的下一站叫银行。你去一般的城市打车都是说，师傅前面红绿灯那儿给我停一下，在我们家那儿是师傅去红绿灯。而师傅明白你的意思，一脚油门把你带到了，还绕了点路，因为不绕路车刹不住嘛。真的，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活在大富翁寺里啊。都说人生像一场棋啊，没想到是飞行棋。而且谁能想到，就在这么一个小的城市，居然出了一个我这样的脱口秀人才。哎，真的，讲了脱口秀以后，确实会有一些特别奇特的经历。就如果我做普通的工作，普通白领，我是不会碰到的。比如我有一次表演完以后，一个电影的选角导演找我谈，说想让我第二天去试镜，去他们那儿演男二号。啊，我当时表面上说的是好啊，但我心里不这么想啊，我心里想的是好啊，当然好，太好了。但是我去了以后，我才发现啊，就脱口秀表演跟电影表演有多么大的区别。就脱口秀表演，它的表现力都非常的刻板化，对吧？比如我表达惊讶就是，表达欣慰就是，表达狡诈就是，然后那天呢是扮演一个坏人，要去医院探望一个病人啊，我是这么演的，你醒了？啊，醒了就好。昏迷前的事儿还记得吗？导演说啊，那个周老师，你停一下，你现在这个演的有点像小品了啊，像小品，就是这个电影的表演跟那个小品表演跟脱口秀表演不一样，它要有过渡，就是你情绪上要有一些过渡。哦，我说放心，导演，我这回给你过渡一把啊，过渡一把。然后我第二遍开始演，醒了。啊，醒了就好。昏迷前的事儿还记得。
然后导演说那个哎呀周老师这个咋说呢，你这个过度跟慢动作还不一样，它是两回事儿啊，怎么说呢，这辛苦辛苦吧啊，白跑一趟白跑一趟。我当时就愣了，听完以后我说白跑一趟，没事也就是试试，要不再试试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大家好啊、我叫周奇墨啊，谢谢。说实话，我来参加节目呢，其实就是想给自己增加一点曝光量，我希望从此呢能赚点钱。我挺想挣钱的，其实，我感觉我有时候想钱都想瞎了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的时候经过彩票站的时候，我就会想，我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？会不会命运一直很想帮我，但一直没有渠道啊？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，命运都很着急，说你倒是进呐、啊，你进去我就能给你安排，那咱得走个形式啊。没有，没有钱，而且不光没有钱，有的时候呢我还得一直小心着别人想从我这里多赚一点钱。我有一次去药店买药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，我进去以后跟那个店员说麻烦给我拿一盒感冒灵，那个店员点点头，然后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，说你吃这个吧，啊，这个是特效药，见效快。我一看那个价格，我说那个我也没有那么赶时间啊，这个平时生活节奏挺慢的啊，你就给我拿感冒灵就行了，啊，不吃是吧？然后他又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，我说你这个也不是感冒灵啊，他说啊这个也灵。我当时就很恍惚，我想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中文现在起不到交流的作用？为什么语言传达不了信息？然后就在我恍惚的时候，那个店员问我说你咳嗽吗？我说有点咳嗽啊，那得配个止咳的啊。发不发烧？我说我倒是不烧啊，那也得配个退烧的啊。当时那个柜台上放着三盒药，没有一盒是感冒灵。我透过那个柜台的玻璃，我能看见感冒灵就静静地在下面放着。那个店员给我的表情是，没有人从我这里拿走过感冒灵。当时想，怎么的？现在买药是得抢吗？啊，说你得哪天半夜拿把菜刀过去，给我，不是钱，感冒灵。是吧，你看你脾气这么大，你是肝火太旺，你知道吧？你这个特效药，你去一下火。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抢，所以我想怎么办？如果我下次再去他们家买药，我是不是可以后发制人？我先消耗他所有的耐性，比如我进去以后呢，我先回避他所有的问题，对吧？我一进去以后，他说买药啊，我说啊，随便看看。你想买什么药啊？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啊？怎么急了？我都这话说的，我们这什么药都有，你有什么病啊？你看我像有什么病啊？他说不知道，但你肯定有病是吧？然后我俩的对话就越来越虚无，越来越飘渺。到了第十句话以后，他已经崩溃了。可是存在先于本质，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？都叫干啥？我拿块感冒灵给你不就完了？肝火有点旺。其实说实话，大人的钱还不是最好赚，对吧？最好赚的是孩子的钱，因为父母特别舍得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砸钱，包括学英语什么的。我有一次在一个酒吧里看见一个小男孩拿着 pad 在那儿学英语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父母带他去那儿，知道？关键他第二天怎么跟同学吹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哥们儿昨晚去酒吧了，学了一晚上英语。
然后他那个 pad 上吧有一个口语软件，上面会显示一句话，这个小孩要做的就是读这句话，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，就会给他发出呜这种虚假而劣质的欢呼声。然后那天啊，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，所以这个小孩前几次读啊，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啊，他就在那儿读 I like summer, do you like summer too?I like summer. Do you like summer too? 然后一遍比一遍声大，到了第五遍 ，I like summer. Do you like summer too? Do you 啊 ？Do you？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小孩。关键呢，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呀，坐着一桌老外，背对着这个小孩。在这种老外听来，就感觉是中国人坐在酒吧里，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：“哎，我问一下，有人喜欢夏天吗？”我问一下，有人喜欢夏天？没有人，夏天没有人喜欢。就感觉这个人特别需要人认可，所以那个老外头也没有回，在那喊 ：“Yeah。”I like summer. 小孩一下就愣住了，他没有想到这个软件的音效这么逼真。我一抬头发现啊、哦，那边有个老外，但他可能之前啊一直在跟这个软件里的 AI 交流，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估计他这个时候肯定在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爸妈不给我在 Pad 里装上51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啊？哎呦，我这第一次见说直播这样，我也是，太难见了，百年一见。那有真人外国老师一对一实时互动啊，试听还不要钱，为什么不装？否则现在哪至于这么尴尬？当然这都是我猜的啊，因为他当时没有说任何的话，他当时就是看了一眼，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，点到了下一题。I like winter. Do you like winter too? 那个老外 ，Yeah.I like winter. I like whatever the f*** you like. Just shut up. 然后那个软件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周奇墨啊，谢谢。今天聊一聊孩子吧。啊，我没有孩子啊，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小孩真的特别的辛苦，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。你们知道现在最新兴的一个少儿培训项目是什么吗？特别火。编程。对，少儿编程。六岁的孩子就让你去学编程了。我在想，六岁的孩子学编程不会很困惑吗？学完以后回到家，爸妈，你们让我学的这是啥呀？一把一把掉头发呀，这是啥？我牙还没换完呢，头发就没了。再说我想穿小熊的衣服，不想穿格子的呀，天天都是格子的，不想穿格子的。但其实我理解每一代人小的时候都不容易啊。比如我这一代人小的时候难在哪儿呢？就是你在学校，如果你成绩好，你不能表现得高兴，怕别人觉得你骄傲。反正我当时是这样啊。如果老师在前面宣布成绩，说啊，这次咱班期末考试第一名，我在下面说，周奇墨，我的眉头立刻会皱起来，那个表情就是，为什么会是我？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班级里那几个学习好的学生会向你投来那种鼓励而仇恨的微笑，是吧？这个时候一定要跟他们眼神交流一下，小声交流一下，对吧？一定要这，我不知道。我最后一题瞎写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你啊，肯定是你啊，我不知道，算错了是不是？周奇墨上来拿卷子，去了，谢谢老师。怎么搞的这次是？就一定要特别的虚伪，
因为你一定要做老师心目中那个谦虚的孩子，因为在学校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师一手控制一手指挥的，连合唱也是。你们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怎么合唱吗？啊，大家站着一排一排的，老师站那儿指挥啊，唱送别，预备起，长亭外，手别动，古道边，摆头，芳草碧连天，带点感情，带点感情。万丈孤柳笛声残，看老师啊，西高山，外山，第一前排你歪了啊，天之涯，地之，唱完以后老师还要夸，看我们这群小天使多可爱啊，是吧？天使啥呀？天使谁家小天使颈椎这么不好，是吧？读课文的时候也是一定要齐读，好好的一篇课文一齐读就变成那个样子。预备起，秋天到了，叶子黄了，一群大雁往南飞，它们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，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。你发现没有，你在哪儿停顿完全不取决于标点符号，就取决于你这口气还有多长。每天晨读，我们都有同学缺氧的，你知道吗？读着读着，我怕是排不成一字了，你们排吧。还有写作文啊，一定要大家写得有文采。很多同学不知道作文怎么才能更有文采，所以呢就会编一些名人名言，然后安在鲁迅、富兰克林、爱迪生这样的人头上。关键你编完以后交上去，老师批的时候他也很懵，就他也不敢确定这句话是不是这个人说的，然后批着批着，哎，我确实没有读过富兰克林的作品，但是多个朋友多条路，是不是有点太社会了？啊，富兰克林是这种人吗？再往下看两行，爱迪生也说过少个敌人少堵墙，绝对是扯是吧？俩人都对上对联了，富兰克林说我给您出一上联，爱迪生说您来了。当然在我的印象里啊，整个学生生涯最难的不是什么作文，最难的是英语的听力题，因为你答所有的科目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，对吧？只有答听力题的时候必须按照他的节奏来，你的注意力会特别的集中，因为你知道有些话一旦错过就不在。那个广播一响， Listening comprehension， Listen to the passage, then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. Passage one，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，说第五间塔嘛，打北边来个喇嘛，叫六个喇嘛，第二塔嘛，喇嘛和第二塔嘛。Question one， 哑巴手里抱的是什么？这儿还不拍灯啊？这四个人咋了？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同学，就是听力题放完以后，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他心里在想，什么意思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周奇墨啊。首先非常感谢程璐这么认真的跟我比赛啊，就是认真的男人最帅。然后说说我自己吧，我这一路啊很感慨，两进两出，我现在感觉我拿了一张脱口秀大会的年票。我没有那么好，前面节目组把我捧得太高了啊，什么脱口秀 OG， 现在你们知道 OG 是啥意思了吧？ Out God， 淘汰之神。还说我是什么脱口秀天花板，结果呼兰上来就把天花板给掀。现在中国脱口秀是一个露天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感觉其实很不好，就是你总被复活去比赛的感觉很不好，就感觉你赖着不走一样。我甚至感觉自己像脱口秀大会得的一种慢性病，就你以为它好，但是没有去根儿，
过几天又回来了。周奇墨反复发作怎么办？用呼兰，用呼兰。你说怎么说吧，危险。只要一小刻，告别周奇墨。比赛真的很难，但还好啊，还好，毕竟有一些生活阅历。比赛再怎么难，也没有生活难。我是一个北漂啊，北漂了8年，北漂就挺难，所以很多人就必须得给自己打鸡血啊。我之前有一个同事，每天早晨都会在朋友圈发4个字：“早安，北京。”然后晚上发“晚安，北京”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你在跟谁说话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是上海吗？啊？你有北京的微信吗？很多人北漂那么多年都没有想过跟自己的家乡说声早安。我都没有见过一个人发“早安，铁岭”，“晚安，葫芦岛”。但是我特别理解他们为什么对北京这么有感情，因为有的时候你从自己的家乡出来飘着就很不容易啊。很多父母特别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，我爸就是这样啊。我高3的时候，我爸跟我说：“大学毕业啊，你上大学找这个大学多好，离家近啊。”大学毕业的时候跟我说：“你市里给你找个工作多好啊，离家近，什么都是离家近。”有一次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爸，咱家到底有啥呀？你非得让我离他近呢？啊，有矿吗？没有，是吧？那咱俩这是在这干啥呢？啊，玩塔防呢，是吧？”你怕有人拆家是怎么着？说实话，我还挺希望我家被拆迁的，是吧？拿一笔拆迁款挺好。因为我爸特别烦，我爸总嫌我在北京赚钱不多，你知道吗？没事呢就给我打电话，拿别人的事情来刺激我啊。儿子，那谁家那小子你还记得吗？我说啊，记得记得。在那小子在北京买房了，挺厉害，一年好几十万呢。公积金也高。我说啊，我说那真挺厉害。哦对了，前两天我们有个演员也买房来着。我爸说啊，是吗？哪来的钱啊？他爸挺牛的，他爸是那个做生意的什么的。咱家跟人家比不了是吧。然后我感觉我爸就记仇了，你知道吗？去年我过年回家，我爸就坐在那儿拍着肚子跟个小海豹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儿子，我想好，如果我有一天啊得了重病啊，我就不治了，我不连累你。我说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真的，你看你现在讲脱口秀也不挣几个钱，我也指望不上你。我说爸，你真别说了，你写下来好不好？你写下来，来来来。治不了你了，是吧？我没事就给我来一个什么5年规划，是吧？5年计划，是吧？儿子，你下一个5年计划啊，就是找一个北京姑娘，这样你下半辈子会轻松很多啊。我说爸，这样吧，啊，你现在不也单身吗？啊，他也单身。我说你也单身，那咱俩就双管齐下啊，你也算最后为我燃烧一把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到那个公园的老年相亲角啊，要能领给我领回来一个北京后妈，我跪下来管你叫爸爸，你知道吧？我爸就是典型的中国父母，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几斤几两啊，就是我凭啥啊？我找着北京姑娘，我图人家户口，人家图啥？图离家近呢，啊？但说实话，现在北漂了8年以后啊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爸离家近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啊，就是因为在北京真的很难立足，很难立足，房子就买不起啊。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租还可以，买的话10几万一平，天哪，我这辈子都买不起，除非他能散卖，是吧？如果这个房子能散卖，我一定努努力买一平，晚上回去站一站，也算在北京有个立足之地了。40平的房子，一推门进去，发现已经站了39个人了，是吧？
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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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装修了，按个灯，啊，回来了，啊，不早了，不早了，睡吧，睡吧，睡吧，啊，不早了，啊，发个朋友圈，晚安，北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周奇墨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奇墨。其实本来在后台还挺紧张的，但是看完郑爽老师表演就没有那么紧张了。郑爽老师别生气啊，我是默人默语是吧？默人默语。一会儿不给我拍灯就是生气了啊。今天是话题是遗憾，对吧？遗憾，那我就必须得跟大家坦诚啊，我前半生，我认为一个比较大的遗憾就是我小的时候，我爸妈没有在我身边。当然，我讲这个事情，你们千万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啊，也不是你们造成的，是吧？不会怪你们啊。就那个时候呢，是因为他俩很小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然后呢又特别忙，就把我送到了我姑姑家。我从小是在我姑家长大。但这就让我很难写作文，因为小学的作文大家都知道，经常是写什么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。每次一写我爸，我就问我姑，我说姑，我爸以前啥样啊？我姑就给我讲，我爸怎么上树偷鸟蛋。小的时候，我就在那儿记啊。我是中国最早做口述历史的人。然后交上去以后呢，老师一看说你这个作文呐，写的倒是挺生动啊，但怎么总感觉是。先有的你，再有的你爸呢？怎么写出上帝视角了呢？而更难写的就是我的妈妈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她两三年能见一次面就不错了，她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。所以别人写我的妈妈都是啊，我的妈妈有一双大大的眼睛，笑起来像月牙一样。我写我的妈妈就是王霞，女，1963年生人，汉族，属兔啊。就交上去以后啊，老师一看也就明白了。所以他下次布置作文的时候就是说，同学们啊，我们还是写我的妈妈，写我的妈妈啊，然后周奇墨啊，你写难忘的一件事啊。然后从小我妈不在我身边，这就导致我长大以后啊，就找女朋友的时候很想找一个比我大很多的女生，就是一种补偿心理，你知道吗？就别人家女朋友过生日，男朋友都是插上蜡烛在那唱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到我这儿就是哦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。但现在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老，我就发现也不能再照这个标准去找下去了，因为再这么找下去，这个女朋友可能就也不是大，而是老了，对吧？就可能我演出之前跟我女朋友说，我要走了啊，我给你蒸了个鸡蛋羹，你现在不是牙口不好吗？你记得吃啊。我说我给你蒸了个鸡蛋羹。而且这种成长经历呢，还让我现在看不惯有一些家长啊威胁孩子。就你们经常能在街上看到，有的时候一个大人在前面走，后面跟个小孩，是吧？然后大人在前面就特别凶，说不要你了，听不见，别跟着我，不要你了，不要了，不听话，不要你了，别跟着我。然后你看小孩在后面嚎，是吧？跟个僵尸一样，是吧？别我呀！我天，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，你别这样了，对吧？就大人只是在纯粹的发泄情绪，孩子都知道挽留一下，是吧？孩子都知道，爸，我们还是有感情的，要不要再试一试，对吧？关键这种就是大人在完全利用孩子理性上的不成熟，你知道吗？他意识不到这是个威胁，但凡他能意识到就会很尴尬，是吧？我走了，听不见，不要你了，别跟着我，不要你了，不听话，不要你了，谁反悔谁孙子啊。等着我妈跟你离婚吧，是吧？儿子。当然这种成长上的遗憾其实是双向的啊，我爸现在也很遗憾，他就遗憾我小的时候没有陪在我身边，所以他现在就特别想补偿我。比如他会背着我偷偷给我买衣服，然后等我回到东北老家的时候拿出来啊，给你买了件衣服好不好看啊，
一般情况下我看到这种衣服都只能是假笑，挺好看的，他立刻就能看出来我不喜欢，然后就开始催眠我，好看是不是啊，多好看呢、啊、是不是好看，好看啊，好不好看，是不是好看，看啊，这图案是不是好看，然后我在那儿好看，越看越好看呀，好看啊，以后给不给我养老啊，给不给我养老，养关键在我爸眼里，就什么衣服好不好看流不流行啊，就看上面有没有英文字母，他也不管写的是什么。有一次给我买一件衣服，上面写着 I'm a single lady。 我说爸，你知不知道这写的啥，我说啊不知道啊， I'm a single lad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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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'm a single lady。 懂了，碧昂斯吗？我说爸，你这看的还挺杂呀，是吧？这个像是我写的。这什么包袱？我今天在这儿讲这么多呀、大家可能觉得我只是在这儿讲一个遗憾啊，其实还真不是啊。因为自从我讲了脱口秀以后，发现这种遗憾也可以是一个礼物。正是这种小时候这种成长经历，让我现在变得敏感、细腻、善于观察，才有了做喜剧这么一点点先天条件。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一个新演员过来问我说，哎，写的段子不好笑怎么回事，我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，是你的原生家庭有点问题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